要把方的开始。各位朋友你好，我是史东，再一次的说一声非常的谢谢您，非常的感谢您按时的收听以及收看八方论坛这个节目。现在荧幕上您已经看到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贵宾，我相信是一位您很熟悉的贵宾，因为如果你常看台湾的电视呢，他常常在台湾的电视的谈话节目中出现，他就是国军的退役陆军的退役上校，那就是李天铎李先生。首先和李先生打一声招呼，李先生头一次上我们节目，说声谢谢，说声欢迎。八方论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李天铎，我是政战学校19期毕业，陆军政战上校，从国安局退伍已经20年了。今天呢能够请你来节目中跟我们谈谈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海外啊关心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台湾为这个事情吵得很凶。大部分的人呢在新闻媒体上呢看到都是枝节片段的一些消息，可以说我们大部分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所以说今天呢如果能够请你在节目中跟我们解惑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是在哪里，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在什么地方。首先我要麻烦您，这个事情对您来讲可能你已经讲了已经几百遍了，但是我们开宗明义呢还要麻烦您再告诉我们一次，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800壮士抗议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。讲起来，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来讲的话，今天军人走上街头，我实在是非常感慨。可是这个走上街头的也不是从今天，而是520的蔡英文当选，在前年的520蔡英文当选，他当选以后，没有想到520当选，很迅速的几个步骤，第一个筹划军人，把蒋成推下，然后达成了这些，然后造成了第一次93大游行。九三大游行的时候，出乎意料的，超过20万的军警校，包括公交，全部走上了街头。那在那一次的活动里面，我当时还接受到很多的媒体的邀访，包括这些绿色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？”我告诉他们说：“是没有错，军人没有经验，也不懂得这些，可是我们走上街头是为了我们的尊严，为什么？”最简单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溯既往。当初我们之所以选择进军校，平常讲我们家三个兄弟，我如果跟我弟弟一起读大学，我们家负担不起，我父亲说读军校，那我读军校我看重的是哪一点呢？看重的是我只要认真服务20年以后，我可以有个终身俸。这个终身俸是我们跟国家用生命签订生死条约换来的终身俸，而不是你的恩情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到后来他说这个年金要破产，年金怎么可能破产？但是后来我们也仔细想了，年金破产有两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个，从以前老蒋总统在的时候60万大军，后来到马英九任内，经十案经十经税经轮三个案子裁掉了40万的国军，多了40万，你的保险费你的这些退休金从哪里出？他没有做规划。那第三个，年金操作最不当的是民进党政府，陈水扁在的时候亏了多少钱，几百亿上去，这个结果怎么能要我们来承担？何况年金的改革从民国87年开始已经是由他们各自付出的，那真正的我们恩喜制的这个制度上所接受到的终身俸没有多少人嘛。但是这一切的动作都在民进党的精算下，到最后我们了解的时候，他认为你今天军工教警这一块了不起200万人，我而且都绝对不会投我的选票，
所以他大胆的采取了完全不合宪法的、违背宪法旨意的、溯及既往的这些种种不当手段，这是迫使我们走上街头的原因。八百壮士到今天已经434天了。八百壮士的成立，当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精神堡垒，因为从第一次我们上街头，我们发觉我们完全没有经验，而且你想想看，在过去那种环境下，我们培养的军人，我们只知道效忠国家，我们忠于政府，我们为保卫这块土地愿意付出生命。可是哪里想到有一天政府是完全的一句话不讲，把你们背叛掉，然后口口声声的抹黑你们这些退将。你们拿这么高的薪水，天哪，我们这些薪水。所以我后来有一次在93之前上节目，我忍不住了跟他们讲，我说你要知道吗，当初所有的将领跟我一样，从一等兵干起，87块100多块，一路一路爬到上将、中将、少将。他今天即便上将10万出头的薪水好了，有多少人能够干到将军？他是因为福大命大没死，才爬到那个将军。结果你们今天用一句话推将，把他们全部打了、抹灭了，说你们这些跑到大陆去朝贡红朝，用这些种种的说法、抹黑的手段，挑起两个世代的阶级斗争，而让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。那八百壮士成立当初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为了捍卫军人的尊严，为了保障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而成立。今天它成为我们共同所有退伍军人，包括军工教警校的精神堡垒。你刚说的这个事情，我如果归纳起来，最重要的两点，一个就是有关于政府给你的，就是给你们的诚信度的问题，就政府背叛了他自己的诺言。第二个，违背宪法。第二个重点就是他溯及既往。对对对。然后，民进党到现在为止，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控制了所有的媒体。我因为常常上媒体，我知道这个。从最早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宝洁他们在谈话，宝洁跟马喜林来家里吃饭，我讲，我说你们以前都那么批判，现在为什么小英上台以后都没有这些活动？啊，天总，你知道有一集我们做了1小时，结果第二天总统府马上送来了一堆蛋糕点心，你吃还是不吃？那后来想想算了，我们还是从外太空讲到子宫，避免这些困扰。联合报当初的批判也是很犀利，可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，他怎么做？隔了一阵子，把联合报所有的高层请吃一个饭，什么话也没讲。他们然后吃完饭回去怎么办？联合报高层自己开会，我们以后不要批得那么凶。第三个，同性恋结婚，同性恋同时大游行，他才一看状况不对，然后这个行政院这个发言人啊，那个因为以前我们在媒体上也查到，这个徐国勇给所有的媒体打电话，哎，当年干嘛后打后杀来接，哎，哦，有什么事情，我老婆来问候姐，提醒一下，年底要审到，年底要审到，哎，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你看看，所有的媒体被他控制，包括这一次，所有的媒体，他操作完了以后，包括那些记者，我们也都问了，哎，你如果说你今天发出的新闻，哎，不符合他的需要，你会遭到警告，再下一次掉你的照，就是这样的。他们最厉害的，把媒体完完全全的掌控，让你无法发声。媒体战、三战，这三战谁学的最清楚？邱毅人，他是民进党里面少数专门研究共产党史，所以有时候讲那些笑话，国民党在大陆打不过共产党，然后到台湾来打不过民进党，结果民进党也是学的共产党那一套来打过。媒体战、媒体舆论战、心理战、法律战，法律战当基础，一步一步。心理战就像我们那天在现场，八百现场，我因为南边指挥，一下子人家来讲说，哎，后面要增援了，水车马上来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说
听说10点钟水车要驱离，结果没有人离开，这是心理战，而心理媒体舆论把你压到底，压到完全没有空间再打。我先回应一下你刚刚形容的有关于他对媒体的这种打电话了，或者请吃蛋糕了，或者是请吃饭的这种手段，让我想到黑社会的这种手段呢，就是一完全是一种恐吓，是一种软性的恐吓嘛。对，一样，你就像管中闵这次被拔也是，他三番两次一路在呼叫，你只要一出来一点点东西，他把白的讲成黑的，因为他掌控媒体，他有话语权，这个太重要。这个我在以前的时候还常上节目，因为我上节目是我基本上在以前我特别比较专长的就是特勤、情报、维安这个区块，我很少谈到政治，可是谈到政治以后，我的立场比较强硬。所以现在几乎媒体他大部分都不要了，包括那些三 D 电视台在做的时候，我去接受五四新观点的时候，那个廖小军他们看到我像见到鬼一样，因为后来我一看他们在前面批评我，哎，怎么李天罗还有民队在里面，赶快播赶快播，他讲什么东西，我在讲什么东西。我经过那么多的震荡，我一再呼吁警察要冷静，不要把这个东西推到了极限，然后我告诉他们，今天立法院的大门冲不破了，我们把前面的栏这些拉下来已经到顶点，我们看看整个状况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对象不是警，那所以这里面当然牵涉到很复杂，但是也给了我们一次很好的机会教育。我正想请教你在有关于这个800壮士在使用的战术或者手段方面能不能我们介绍一下 ？OK， 800到现在为止，基本上是在吴锡良跟吴思怀两位中将，尤其是吴锡良学长，他完全无私无我的投入跟，跟吴思怀，他自己也能写也能讲，那么指挥下组成的一个团队。那基本上这个团队是以军事为主。没有街头的经验，没有在政治上，当然他这是正规军人嘛，对，正规军的想法。对，那我是在东四二五的前一天，罗瑞达打电话跟我讲，他说我们准备把部队分成南北两线，那么南线这边，对不起我插一句话，李生，南北两线，南是在哪里，北是在哪？南的话就是说以面向立法院右边算南，面向立法院的左边算北，哎，面向立法院中山南路有没有？面向立法院右边就是长老教会旁边，再来是立法院的这个镇江街，这个立法院整个一个区块算南。他说南线这一部分是以政战退休的为主，像我们学校镇，像从16期每一期开始的动员的人数以政战为主，台北这边的为主。那北线的话，强力攻坚。所以他们约了我在前一天的时候把实际的情况跟我做了一个简报，那这个简报里面包括就是说当天我们原来的计划是3点钟开始分3路游行，我们南线的这一路游行从警部门看绕过去到外交部到这一块回来，然后北线的有一些也是从中山南路去往这个新公园这一些绕回来，然后还有一些是绕着行政院前面这样子转回来。可是当初就跟我讲，叫我协助在南线指挥车上来领导大家走这一段路。那可是到了当天的时候发觉状况不对，因为集结的人数是陆陆续续的在到来，而我们讲是从1点钟开始，从3点钟正式要开始的时候人数在陆续的集结。你说是下午1点跟下午3点对不对？下午基本上3点钟是定的攻击发起，那么3点钟以前要到位。那到位的时候发现，第一个当天的天气也很好，第二个大家毕竟都上了年龄，来的陆陆续续，包括从南部中部这些来的都陆陆续续的进场。那第三个外界的状况变化，这次民进党他把管制区拉得非常松，
非常什么？非常长，非常大，非常大。嗯，区的距离超过过去的两倍，让你从老远就开始要走路走进来，看你们这些老，你能撑多久？哎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这个管制区造成了非常大的民怨，94线的公车被迫改道，70个站不停，然后作为老百姓都有反应，这是他的做法。然后第三点，他到了当天开始上午的时候，基本上的引爆点是在公听会，王定宇开一个公听会，说是给交代，但是王定宇是什么人，大家难道不清楚吗？结果我们派去的几个也不太懂这些，在里面拍桌打马，在讲讲的草草结束，他就表示他公听会开过了，他对外宣布就说我有开公听会，但事实上公听会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甚至于警方把霹雳小组都调进来了，对他们施以拳脚相向。那后来出来当然是嘛，出来以后第二步，他从大安分局调了100个警察，现场把指挥部完全包围搜索，没有带搜索票，他把所有的油压解搜索些什么呢？李先生，搜索他本来我们带了破坏铁门的工具油压解设备，然后还有一些辣椒水，甚至于我们800的指挥部有一小桶汽油是用来那个发电机用的，他都当成了证据，说我们意图纵火，哎，然后把这些全部的工具搜索去。第三点，他在现场开始的3点钟之前的2个小时，他把周围的通讯完全屏蔽，你没有办法指挥，全部的变成独立单位，各自连。当我们发现状况不对的时候，已经进了一半以后，所以这些种种他们的有计划的作为，然后再包括当天现场说是三点钟开始的时候，南边我收到的任务就是说注意他们警察，大安分局的一线警察从镇江街从长老教会旁边来支援，那我们北部把它北边打住，中央直接的对着立法院的大门攻坚，希望能够突破立法院，达到我们递陈情书请愿的目的。哦，你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递陈情书请愿？也不过就是这样子，打破让高墙倒下，能够进去递一个陈情书，所以那个立法院的大门变成一个关键点。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用这么大的力量去送一个陈情书吗？主要的第一点是借着这一次，因为他本来这个在议事上这一点始终没，本来定那一天要进立法院去讨论复委，因为他的程序，他一复委以后就开始要去逐条表决，要去通过了。所以可是他放出一个风声说那一天，那八百的这个接到的讯息是这样的时候，就号召大家动员，说选定那一天决战，不要让他在复委前是不是还有时间让我们参与去讨论。但这一点八百最不能接受的是，从头到尾希望政府派人来谈的时候，没有人跟八百正正式式的谈过，他完全就把你摆在街头晾在那里434天呢，哎，政府用尽了各种手段来让你，这里面包括在过去里面查税也好，查资金来源也好，所有的人每一次建立图像，每一个来的人他都给你拍照有去建立资料，图像资料。我想了解一下，我想谈到这儿，很多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，其他的政党对你们有什么帮忙吗？对你们的诉求？哎，这是一个分裂的事，我也不知道国民党在搞什么，在想什么。他们只有少数人跟八百有一点联系，但是你说其他的政党，就包括上次统促党把那个五星旗拿出来转了一圈，形成了这么大的风波，后来还是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希望就是说至少维持我们军人，我们军人一辈子在对抗中国大陆的共产党，在两岸没有和解之前，军人一定是站在国家的立场，不要用五星旗来让这个诉求模糊了。
何况民进党又那么会去操作媒体，不要在这些方面去落人的把柄。那国民党是几乎毫无作为，我真的是，真的是。所以我之前的时候去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选举，那是洪秀柱当主席的时候提名了我跟吴思怀两个，可是我们把名单一送过去的时候，我跟吴思怀立刻被曝光，一曝光我就知道完蛋，不管你低下头再多的时候，完全被国民党的这一些摒弃在外。因为我想说，至少你也让我们两个是真正的军人，可以在国民党里面为军人去讲一些话，没有。所以说，对不起，我打个岔，李先生，我在这个 Wikipedia 就维基百科上看到有关于你的消息，他说你是现在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全的党代表。代表是的，是的，中央候补委没有选上中央委。哦，在之前前一次我失去参加了民国党，是因为民国党的成立而陈虎门先生邀我，因为我们原来我在情报学校受过训，所以。再加上这个民国党是希望能够走出一条路来，我也去看，结果加入了以后，经过那次选举，我认为民国党也是没有希望，因为还包括一个宋楚瑜跟李登辉的幕后，所以我后来退出，回到黄复兴，在金恩信先生的邀请下，我回到黄复兴，至少黄复兴这一块还都是军人，那我们。只不过愿意为军人尽点力而已，维系这一步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李先生，你觉得这个八百壮士在这个递请愿书，你刚刚说递请愿书是一个目的的话，是没有成功吧？因为请愿书好像并没有递出去吧？请愿书没有递出去，没有成功，而且希望，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八百成了一个。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，包括我们所有退伍军人这一块这个区块的一个精神象征，一个什么象征？精神堡垒象征。哦，是一个凝聚点。啊，是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再继续的发展下去，您刚刚提到了很多，就是您在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事情之前，我们根本想都不会想到的。其中包括了你在这个网上也谈到了，就是说他们把电子通讯，你们之间的电子通讯全部阻绝，阻绝两个小时，你根本发不出去，弄不出去。然后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呢？我是怎么发现？我在开始攻门的时候，攻了三点钟开始攻了一半，三点半的时候，我上到那个最前面那个大门的时候，我一看。他为什么只有两排的这个警力在前面，而且并不是那么强。上面我算了一下，37个搜证，全部从立法院的那个围墙里面，就是摄影机，搜证就是摄影机是吧？各种的搜证，包括然后这边我们是把那个他的那个铁丝网、巨马跟栏杆，它有四层。这一次跟以前最大的不同，以前是怕我们冲进去，希望大家不要受伤。这一次他们做了四层，那种刀片式的那种非常锋利的那个巨马两层，跟我们把这个都拉倒。拉倒的时候，我上去看的时候，我认为，按照他现在的兵力，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冲破这个，可以过这个门的。那结果他们就用了很多用绳子啊这些，他们把铁链都锁。本来我们用所谓的铁链把这个门绑起来，把它拉开来，铁链的时候走，结果用绳子的时候就其他就用拉起来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包括那个受伤师七级的陈贤玉，跟那个林全佑，都是在这种状况下受伤的，他用拉铁钳，而且一剪他还是为了要去救警察。其实我们跟警察，我那天在场。我说今天我们的状况就是我们跟警察有什么分别，没有什么分别的，不要这样子尖锐的对立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现在台湾的警察分局长以上的60%都开始选边站，强权之下就是这样，你不选边站你根本没有钱。我看了那几个警察，尤其是大安分局那个警察的表现，我一看就知道那个状况。好，回到刚才，到发觉这个状况可以的，还可以的时候，后来就指挥他们
先把前面的这个栏杆铁丝网拉走，拉走以后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大门。结果直接面对大门以后有一个状况，是到了4点多钟的时候发生变化了。哎，我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人喷辣椒水，还有人喷那个灭火器的那个粉，啪喷起来。那我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也没有叫人来喷呢。那要喷辣椒水的话，一定是全面的警察这样喷下去，哎，他就受不了了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这样喷一下，结果我也没有在意。可是等我把他们这些拉完了以后，到了4:40再上去看的时候，我说糟糕了，里面布满了警察，传来消息，总共1080人，所有的政报的、维安的、PD 小组的全部到第一线来了。那时候我跟王一点还有胡竹生，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看。我说这个状况，你是冲进去都没有，冲进去一个他拉一个，冲进去一个他绑一个。我说，所以我们就到北边去找司外，跟他讲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再冲，而且从3点多到现在2个小时，我们应该休息缓一下，调整兵力部署，来看看怎么样。其实，在那时候，我们也是不想，就是说把这一条线突破，就达到了一个换血的目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到5点钟宣布这样的时候，可是又有变化。这时候他们开始主动出击挑衅，抓人绑人都开始，